鼻炎呢是一个局限在鼻腔的一种疾病。那么我们知道，鼻腔和鼻窦它的黏膜或者是都是互相连通、互相连接的。如果鼻炎它的炎症继续扩展，就可以扩展到鼻窦。所以呢，鼻炎的时候并不一定都出现鼻窦炎，但是呢，如果迁咽不愈或长期不愈的时候，就会造成鼻窦炎。但是鼻窦炎的病人，因为他鼻窦里发炎出现的一些脓性或感染性的分泌物流入鼻腔，多半情况下都会同时伴有鼻炎。